楼市回暖，各区都有新盘排队推出。星星地产元朗新盘雨后，最近亦公布楼书，并预计三月内推售。楼盘坐落宏业西街21号，距离西铁朗屏站约8分钟路程，提供335伙，实用面积252至909方尺，间隔开放式至三房，属于单栋盘，一层最多有17伙，设有3部升降机。发展商话，全盘约8至9成单位都受惠于财政预算案调低物业重价印花税的措施。项目设有3个清水示范单位，分别是1房至3房间隔，其中以22楼 B 室为蓝本设计的，是实用面积372方尺的1房户。玄关设有入场储物柜，中间位置有内置的无线充电器，方便户主为电话充电。客饭厅是长方形直厅，并以大玻璃趟门连接露台。客厅外的平台由22尺露台和16尺的工作平台组成，变成一个38尺大露台，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冷气机槽，占去一定空间，但冷气机槽顶的平面仍然可以摆下盆栽。开放式厨房采用白色厨柜和啡色植纹柜面，各式电器齐备。睡房窗户由一大一细共2道窗组成，有别于时下新盘通常采用的一块过观景大窗。另一个2房示范单位是以22楼 Q 室为蓝本打造，实用面积454方尺，顺便同你去看看